11月24日晚，鞠婧祎通过晒古装照并写道，杀青倒计时啦，每次梳这个发型都觉得自己特喜庆。照片中鞠婧祎身穿绿色长袍，梳着古装长发，双手捧着脸蛋，一副羞涩的表情。另外一张十分的有意思，一身古装但是手里却挽着手机，穿越的感觉非常强烈。曝光后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那我提前恭喜小祎杀青快乐啦，杀青倒计时，会怀念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发型，等你回来。